看看新闻网。镜头前的范冰冰总是以光彩照人的形象示人，不过近日范冰冰工作室的副总经理杨思维却在微博中曝光了一组范爷的素颜照片。照片中范冰冰一脸倦容倒在床上，浓重的黑眼圈格外引人注目。和一般女明星极度排斥素颜曝光不同的是，范冰冰并不介意广大影迷看到她不施粉黛的样子。这不，她就饶有兴致地转发了助手的这条微博，并调侃到自己连睡觉也被身边人偷拍，这样的日子实在苦不堪言。就没法跟你在一个房间睡觉，半夜还要被偷拍，我的日子已经够苦了，每天都被偷拍，难得跟你对床睡觉还要被偷拍，苦日子什么时候可以结束啊？